很陈霞，我放圣父、圣子，圣灵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基督耶稣，归入上帝的教会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耶稣爱我，为我舍己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求主感动你，求主帮助你，让你在微信圈所发的不是单单是一些工地的照片，或是自己的一些所享受的美食。也求主兴起你哦，把握机会，在微信圈，在朋友圈，尽心尽力的能够传扬福音，能够发教会的网站，发牧师的讲道，不断发讲道，也跟大家一起来听讲道，一起来思想讲道的内容，来思想讲道的经义，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得着灵奶，得着喂养，以至于能够长大成熟，做刚强壮胆的人。求主帮助你，的的确确一生一世就是清楚神给你的呼召跟使命，让你不忘初衷，能够为主而活，不辜负你活在地上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求主引导你成为一个好牧者，让你不但是一无所缺，而且福杯满溢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